if 这一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叫你找这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呢，它不是简单的带入而已，在这一边我们先把要找的这个东西我 expand 出来，它会变成 p 的三次方减 4px 然后加 2q， 你看 p cube 加 2q 会是等于5，所以我把它重写 pq 加 2q 减 4px OK， 我这两个交换位置，因为它没有换边，所以符号是跟着的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pq 加 2q 呢是等于减 5 4px 是等于6 4px 等于6，所以这个变成减6，所以它减5减6会变成减11，这个就是它的 value 了。